帮大家介绍这一支坎大哈玫瑰，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你很少听过了。这个 Tower 最厉害的就是在呈现沙漠干燥气息所带出来的香气。那这一支呢，正好是在沙漠中准备含苞待放的玫瑰。你可以初期前段闻到它的带一点酸涩的味道，很像这个花瓣青色的模样。那慢慢转到中后调之后，哎，开始出现了花香，加上环境干燥的气候，那又带着贴肤，我觉得这是从早你出门前就可以穿在身上的一支，绝对给你带来一天的整天的清新，还有心情的愉快，相当美感，也相当贴肤的一支坎大哈玫瑰，可以帮我切一下了。